说好的儿子随妈呢？盘点娱乐圈中长得一模一样的父子。大家经常说女儿会长得比较像爸爸，儿子长得像妈妈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据说男孩的性染色体为 Y， 其中的 X 染色体是来自妈妈， Y 染色体来自爸爸。由于 Y 染色体含的基因很少，所以儿子像妈妈，女性的性染色体为 XX， 其中一条 X 染色体来自父亲，另一条来自母亲。来自母亲的那条 X 染色体往往被来自父亲的那条 X 染色体所掩盖，这就是女儿像爸爸的原因。当然，遗传的原因很复杂，但是生活中一般都是男孩长得像妈妈，女孩长得像爸爸，但是特例也不少。比较小编家的娃，每次领出去，都说，简直就是个翻版的爸爸。娱乐圈中也不少男孩像爸的，小编今天来盘点一下。房祖名、成龙，五官一模一样，就但看这大鼻子，就是亲点儿俩娃。王子异、微子，王子异是一个非常低调的星二代，但是小编看过他的几部电影，其中有一部叫《寒山》，王子异在里面是演了一个在封闭山区里思想相对开明的年轻人，小编觉得这真的是个不可多得的演技派呢。向华强，向左，向华强的儿子向左，脸型、发型一模一样。梁天的儿子和梁天，换个发型，摘了眼镜，妥妥的小梁天啊。李玉、李宝田，李玉有点少年老成啊，不过可能过二十年还是这样。赵本山儿子和赵本山，左边就是小版的赵本山。陈佩斯一家，这个厉害了，祖孙三代都长一样。小小春、陈小春，只能说陈小春的基因太强大。杨乐、杨立新，小编之前看《大丈夫》，被里面虽然贫嘴但是深情的赵康圈粉，这也是一个演技派的星二代，虽然跟父亲杨立新很像，但是更时尚更有范儿。张博宇、张丰毅，张博宇也是一名演员，是张丰毅与前妻吕丽萍所生，鼻子以下跟张丰毅一模一样。